中国武术博大精深，自古以来就分为内外两家，外家首推少林，内家则归源于太极。陈家太极素有太极拳之母的美誉，是各家太极的根源。陈家太极拳源起于何时，至今仍是众说纷纭。然而明确的是，河南温县陈家沟陈姓一族自古以来就勤练拳术，由于陈家拳法的变化无穷，也练起来刚柔并济，时缓时急，闪转腾挪，变化万千，同时运用阴阳太极等哲理来诠释拳理，因此定名为太极拳。朋友们大家好，很高兴又能在中国武术名拳录的时间里跟大家见面了。在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对于陈家沟老架太极拳做了概略的介绍。陈太极所以称得上是太极拳之母，正是因为它有着一刚一柔的特性，化刚手柔打也同样威力无穷，气柔手刚用就如猛虎出笼，这是一套变幻莫测的高深拳术。现在我们就将这套陈家沟老架太极拳仔细的介绍给各位，希望你能练习得很顺利。首先将身体垂直站立，双脚打开与肩同宽的距离，身体尽量放轻松，完成预备动作。第一式太极起势，双腿保持原来站立姿势不动，接着双掌上仰，向前抬至齐胸的位置，接着双掌向内翻掌下压，中间沉轴，双掌掌心运劲，如铝球般向下按出，顺着下压之势，双腿屈膝蹲下，呈马步坐定，全身放松，微施劲道，缓和出招。第二式起太极，步法保持马步，站立不动，身体向左微转，双掌顺左转之势向左撩出，步法同时顺着转势向左微偏，接着双掌向上如抱球般拉过面门向右而出，身体同时顺着转势向右微转，步法仍然保持马步不变，只是向右微偏，双掌向右拉过面门后立右肘横左肘停滞于面门右侧，全身放松，微施劲道，缓和出招。第三式金刚倒坠，身体向左转着出，左腿勾脚向前尽量踩出，右手不动，左掌向前顺势穿出，身体前顶呈弓箭步站定，左掌顺势向前立掌顶上，右手顺势向下拉至腰际旁扣住，接着右腿向前撩起，
从独立部站定，顺势左掌下风，右手向前穿上，接着左手下压，掌面上翻，右手画拳，横轴续进，招式由慢突然转快，先以右脚向下跺步，呈马步坐定，同时右拳向下击向左掌，拳掌交加之际击出清脆的声音，借着拳掌相击的反弹力量，双手右前左后攻向右前方。第四式懒叉一，双掌如切刀般向下拉回，同时收回右脚，至左脚跟旁边部蹲下，双掌下拉至底后，如抱球般由右向上回撩，顺势身体向右微转，双抄掌向右拉过面门，顺势右脚向右踏出，呈弓箭步站定，同时双掌右前左后向右攻出，将身体摆正，面对右方，全身放松，微施劲道，缓和出招。第五式抱虎归山，身体向后拉回，同时双掌如镰刀般向下拉回，收回右脚，至左脚跟旁边部蹲下，双掌下拉至底后向上回撩，顺势身体向右微转，同时双抄掌向右拉过面门，向右而出，顺势右脚向右踏出，呈弓箭步站定，同时双掌右前左后向右攻出，左脚上前至右脚跟旁颠步蹲下，双掌原地向下微压，立定不动，全身放松，微施劲道，缓和出招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将招式连贯起来练习。练习完这一段，让我们把腿架高起来，耗腿，一面轻拍大腿内侧，使肌肉松弛一下。第六式单鞭，保持原鞭步姿势，蹲定不动，
右掌原地圈雕，左掌顺风于右雕手下方蓄劲，接着左脚向左踏出，使身体向左移动，同时左手沉轴向左横割而出，顺势将身体摆正，面对左方呈弓箭步站定，同时左掌原地扳掌，一掌置于面前，右雕手斜雕于右上方不动，全身放松，微施劲道，缓和出招。第七式，金刚倒坠，保持原弓箭步不变，右手化掌向前平撩而出，全身向前微顶，右掌回拉，顺势带回左掌，步法原地后拉，从虎虎步蹲下，双手呈十字掌拉回，斜置于右耳旁，右手不动，左掌向前顺势穿出，身体压低，使穿出的左掌尽量贴近左脚，身体前顶，呈弓箭步站定，左掌顺势向前立掌顶上，右手顺势向下拉至腰际旁扣住，接着右腿向前撩起，呈独立步站定，顺势左掌下风，右手向前穿出，接着左手下压，掌面上翻，右手画拳横轴蓄劲，招式由慢突然转快，先以右脚向下跺步，呈马步坐定，同时右拳向下击向左掌，拳掌交加之际击出清脆的声音，借着拳掌相击的反弹力量，双手右前左后轰向右前方。第八式，白鹤亮翅，保持原马步姿势，坐定不动，右手沉轴向左横割，接着左手沉轴向右横割，步法不变，顺势向右威胁，左掌向下轰落，右掌向下回撩后拉至右上方蓄势不动，左脚上前以脚尖轻点地面，身体转正，左掌下压，右掌原地前压而出，顺势步法原地下坐，呈虚步坐定，全身放松，微施劲道，缓和出招。第九式，搂膝袄步，一，保持原虚步姿势，坐定不动，右手向前下捋，收回左脚，于右脚跟旁颠步蹲下，顺势左掌沉轴向右横割，接着身体向左转正，左掌下捋，右手向上撩起蓄劲，上左步使身体向前移动，右掌顺势向前慢慢推出，左掌下捋，贴靠于左膝旁放定，将右脚顶直呈弓箭步站定，右推掌顺势向前推直，全身放松，微施劲道，缓和出招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将招式连贯起来练习。
练习完这一段，让我们把腿架高起来，耗腿，一面轻拍大腿的内侧，使肌肉松弛一下。十四，拢膝袄步二，右掌沉轴向左横割，身体顺势向左微转，接着右脚上前于左脚跟旁颠步蹲下，接着身体向右转正，右掌下捋，左手向上撩起蓄劲，掌右步使身体向前移动，左掌顺势向前慢慢推出，右掌下捋，贴靠于右膝旁放定，将左脚顶直呈弓箭步站定，左推掌顺势向前推直，全身放松，微思进道，缓和出招。第十一式，斜行单边，身体顺势向右微转，接着左脚上前于右脚跟旁颠步蹲下，右手向上撩起蓄劲，左手原地圈雕上左步，使身体向前移动，左雕手向左横雕而出，右掌顺势向右慢慢推出，将右脚顶直呈弓箭步站定，浑身放松，微思进道，缓和出招。第十二式，无风四臂，步伐保持原弓箭步姿势站定，右手向左横拉，左掌由右背下方向前反掌穿出，步法原地后坐，呈虚步坐定，双掌左前右后原地翻挑攻出，全身放松，微思进道，缓和出招。第十三式，拢膝袄步一，收回左脚于右脚跟旁颠步蹲下，顺势左掌沉轴向右横割，接着身体向左转正，左掌下捋，右手向上撩起蓄劲，上左步使身体向前移动，右掌顺势向前慢慢推出，左掌下捋，贴靠于左膝旁放定，将右脚顶直呈弓箭步站定，右推掌顺势向前推直，全身放松，微思进道，缓和出招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将招式连贯起来练习。练完这一段，让我们将两脚来回轻扣小腿肚，使小腿的肌肉松弛一下，
十四式，拢膝拗步二，右掌沉轴向左横割，身体顺势向左微转，接着右脚上前，于左脚跟旁颠步蹲下，接着身体向右转正，右掌下捋，左手向上撩起蓄劲，上右步使身体向前移动，左掌顺势向前慢慢推出，右掌下捋，贴靠于右膝旁放定，将左脚顶直呈弓箭步站定，左推掌顺势向前推直，全身放松，微施劲道，缓和出招。第十五式，眼手锤，上左脚使身体向前移动，同时右手收腰，左手圈回向左横割而出，身体向左慢慢转正，顺势右拳掩躲于左掌之后向前推出，招式由慢突然转快，将右腿撑直呈弓箭步站定，拉回左手抱腰，右拳向前直击而出。第十六式，金刚倒坠，身体向右转回，重心移至右腿，顺势右手向右拉回，左手轻松下垂，接着右脚向前撩起呈独立步站定，同时先左后右双撩手前后圈撩而出，双手于胸前内圈，左手下压，右手横轴蓄劲，接着右脚向下跺步呈马步坐定，同时右拳向下击向左掌，拳掌交加之际击出清脆的声音，借着拳掌相击的反弹力量，双手右前左后攻向右前方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将招式连贯起来练习。
17式铁身锤，保持原马步站定不动，身体向左微转，将重心微移向左脚，顺势左掌下按，右掌向左横挥而出，接着身体向右微转，将重心微移向右脚，顺势右掌下按，左掌向右横挥而出，全身放松，微施劲道，缓和出招。第18式背折靠，身体向左转回，从弓箭步站定，顺势右手向左横切而出，接着身体向右移动，以肩膀靠出，招式由慢突然转快，左腿撑直，呈反弓步站定，左掌向后撑下，右肘向右横顶而出。19式指当锤，身体迅速向左转正，左手向左下方踩出，步伐原地向下，从坐虎式坐定，拉回左手，右拳向左下方直击而出，拳势一气呵成，迅速完成。第20式肘底看拳，保持原姿势不动，收回右手，左掌由右背下方向左踩出，右脚向前移至左脚旁，并步蹲下，右手握拳向左横扫而出，身体顺势转向左方，将左脚微微提起，呈颠步蹲定，招式由快迅速缓和下来，左手沉肘，以力掌向前缓缓推出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将招式连贯起来练习。练习完这一段，让我们把腿架高起来，耗腿，一面轻拍大腿的内侧，使肌肉松弛一下。21式倒卷弓一，保持原颠步姿势蹲定不动，左手向前伸直，右手向后回撩，耳际旁蓄劲，顺势退左脚向后落步，右掌顺着落步姿势向前压出，左掌向后慢慢拉回，步把后座呈坐虎式坐定，右掌向前撑直，左掌则回扣于腰际不动，全身放松，微施劲道，缓和出招。第22式倒卷弓二，保持原坐虎式姿势蹲定不动，
右脚向上提起，从独立步站定，同时右手仰掌不动，左手回压至耳际旁蓄劲，顺势退右脚向后落步，左掌顺着落步之势向前压出，右掌向后慢慢拉回，步把后坐呈坐虎式坐定，左掌向前撑直，右掌则回扣于腰际不动，全身放松，微思进道，缓和出招。第23式，闪通背，退左脚，使身体向后移动，顺势左手向左雕出，右手由后向左横切而出，身体向左转正，从弓箭步站定，左雕手雕至腰后放定，右手则横臂于左膝前不动，步法原地后坐，从坐虎式坐定，右手原地翻掌向右，身体顺势向右后左步退右步转360度，呈坐虎式坐定，双手左前右后随身体右转移动，全身放松，微思进道，缓和出招。第24式，眼手垂，步法不动，身体微向右转动，同时双掌拉回腰际旁放定，身体向左慢慢转回，顺势右拳掩躲于左掌之后向前推出，招式由慢突然转快，将右腿撑直呈弓箭步站定，拉回左手抱腰，右拳迅速向前挤出。第25式，抱虎归山，身体迅速右转，双掌由上向右甩出，身体向左以左脚为轴左转180度，同时双掌如镰刀般向下拉回，进右脚至左脚跟旁颠步蹲下，双掌下拉至底后如抱球般向上回撩，拉过面门，顺势右脚向右踏出，从弓箭步站定，同时双掌右前左后向右轰出，左脚上前至右脚跟旁颠步蹲下，双掌原地向下微压后立定不动，全身放松，微思进道，缓和出招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将招式连贯起来练习。练习完这一段，让我们把腿架高起来，耗腿，一面轻拍大腿的内侧，使肌肉松弛一下。
26式，单鞭，保持原鞭步姿势，蹲定不动，右掌原地圈雕，左掌顺风于右雕手下方蓄劲，接着左脚向左踏出，使身体向左移动，同时左手沉轴向左横割而出，顺势将身体摆正，面对左方，从弓箭步站定，同时左掌原地翻掌，立掌置于面前，右雕手斜雕于右上方不动，全身放松，微思进道，缓和出招。第27式，云手，身体向右微转，呈马步坐定，左掌顺势向右撩出，松开右雕手不动，步法不变，保持马步坐定，接着右掌下压，左手以封面掌向左横割而出，右脚向左移动，身体不立起，向左脚靠近，同时右手向左撩出，左脚进至右脚旁，呈并步蹲定，顺势左掌下压，右手以封面掌向右横割而出，接着以同样的动作向左再移动两次，拍左腿呈马步坐定，横左手压右手，合右腿呈并步蹲定，横右手压左手，再开左腿呈马步坐定，横左手压右手，全身放松，微思进道，缓和出招。28式，高探马，原地左转，使身体面向左方，步法不变，顺左转之势呈弓箭步站定，顺势收左手，右手向前撩出，同时上右步呈并步蹲定，接着收右手，左掌向上提撩，顺上提之势拉起左脚呈独立步站定，左掌提定不动，右掌收至左背旁蓄劲，左脚向后落步呈坐虎式坐定，右手立掌向前直推而出，左掌回收扣住腰际，全身放松，微思进道，缓和出招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将招式连贯起来练习。
练完这一段，让我们将两脚来回轻扣小腿肚，使小腿的肌肉松弛一下。29式，右分脚，上左脚向前偷步，双手向外双开而出，步法顺势下蹲，呈玉环步坐定，同时将双手撩至胸前，以十字手放定，接着将身体向上立起，及右腿呈独立步站定，双手向上双开而出，招式由慢突然转快，将右腿向前踢出，同时右掌顺势拍向踢出的右腿，发出声音，右腿一踢即收，仍然呈独立步站定。第30式，左分脚，落右步，身体向右转，呈偷步坐定，双手随身右转，向外双开，步法顺势下蹲，呈玉环步坐定，同时将双手撩至胸前，以十字手放定，接着将身体向上立起，提左腿呈独立步站定，双手向上双开而出，招式由慢突然转快，将左腿向前踢出，同时左掌顺势拍向踢出的左腿而发出声音，左腿一踢即收，仍然呈独立步站定。第31式，双峰贯耳，以右脚呈轴心，身体向左旋转180度，左脚不落地，仍然呈独立步站定，双手向下圈开后，以双圈锤击向面前，全身放松，微施劲道，缓和出招。第32式，左蹬一根，招式由慢转快，右手扳掌上架，左手同时向左压下，顺势左脚向左下方蹬出，手脚齐发，瞬间完成。第33式，前堂拗步，过左步，进右步，上左步，使步法快速向左移动，顺着步法左移，攻手先右后左再右，随步法连出，全身放松，微施劲道，快步串前。第34式，极地锤，身体向左转正，将动作缓和下来，右手拉至耳际旁，蓄劲不动，右腿屈膝向下，使身体向下压落，左掌封于左膝前方，右拳向下直压而落，全身放松，微施劲道，缓和出招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将招式连贯起来练习。
时间过得真快，今天介绍陈家沟老架太极拳第二段，相信各位都练习得很顺利了，有空的时候多练习几遍，在练习之中有任何的疑问，我们非常欢迎你们来电询问，我们下次中国武术名拳录节目再见。